让你感到幸福或者提升生活品质的东西是什么？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锅碗瓢盆吧，特别是越长大越喜欢研究各种美食教程，冬天在家里吃着热腾腾的火锅，别提多么幸福了。一次性手套，有了它们，我好像没有那么讨厌做家务了。一有空，我就穿上我好看的围裙做家务。香水和香薰也是吧，没什么用，但却会让人幸福的东西。楼上在装修了吗？这时候降噪耳机可真是让我感到了幸福。读书会让我感到生活有质量，最近买的三本书都挺有意思的，特别这本《不被情绪左右的28个练习》。如果你常常被别人一句话就影响，那这本书还真的挺有用的。我说扫地机器人可以提升幸福感，没有人反驳吧。与我呢，买到喜欢的衣服就好比吃货吃到美食一样开心。这顶软乎乎的羊绒帽，在北方的冬天戴一顶帽子，真的和多穿了一件衣服一样暖和。还有浴缸，